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吴怡珍等十一人临时提案，鉴于目前妇产科医师的人力不足现象日趋严重，卫生署虽然提出多项的策略来试图解决五大皆空的现象，然而成效有限。妇产科医师主要核心业务就是照护产妇，然而国民健康局对于产妇的照护的给付费用却低于健保给付，造成同工不同酬的现象，恐怕加重了年轻医师不愿意投入妇产科的意愿，并且进而影响产妇的照护品质。原此，为了确保产妇的照护品质，行政院应该重新检讨产检的费用的合理性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